酒都没用，喷了给你。哎呀，这可跑！哎呀，把宝给你喷了，这么你可跑一箱，还是空头跑，那根本都没法收，根本没法收。给你喷了，给你顶多把宝给你喷了，哎，叫我。喷了还是叫你干吃橘，肯定你干吃不了橘。还有个乳气啊，乳气那还不好说。哪个是温乳气？你肯定温热啊。你聊那谁也跑不了。是温柔。跳他两个老远下去，有两分钟，俺自己都有了。东西太快了，太快。他走的太慢了，他走的太快。哪有走二十分钟？我小舅子还走完了，走中距了，还十九秒，还十九分了。那你他大了。我把这个主动给抓紧了。他老一定他就是有时硬不了，他超热也能硬的，只要不给他唱讲的机会，他要唱讲的，他讲一阵，他讲一阵，不给唱讲的机会。昨天倒了都八十，他那几个水平，谁呀？关键水平你倒的是啥？你说光线，好啊。我咋你说他的？是呀，光线呀。光线啊，你说倒的八十，还是那个光线昨天不是入水了，入我了，不光是入给你了，昨天就该我下了，我刚才从十点多下到十一点。我也来打下了，我能前天。前天入给马启明。入给马启明，入给那个今天那个他。啊，姑娘。啊，入给公鸡鸡巴两把。昨天回吗？哎，去马上去！他都在搁我走了。谁按起步走了？那都是按起步走了。我哪按起步？我这是按起步走了。你这是起步上去的。我哪有起步？那这就是起步。我哪有起步啊？我起步，我这。这干家大呢。我哪有起步？不敢呀，那个字太大。哟，我俩平局了。那不白送局了？我俩平局了，知道没有？你我俩平局了，你。啊，你也不俩平局。啊，歪老将是对的。歪老将是对的。歪老将是对的。这词语都错了吧？先将军后吃局嘛，一样。你将在三八将还是这局当中一样的，还是吃局，一样的行为，没有抓头发了。这个他不是还在吃，还在丢局，不是他不丢局啊，这个棋。跑过去有根，有根着。这些根，这些肯定都好了。行。那这咋走了，你说？咋走的？这咋走了？这关键这不这那个啊，咱给他拼了吧。先将一军。将一军爹吃的吃不觉得局有梗。他要梗，他不敢吃你的马，他吃你的马他就没梗。先将一军再说。对。将一军再。先在后面吊着他，吃你的马都吃的。其实这里面还不如直接把那个。把重炮给毙了，那是不是太没意思了？对的，重炮有一哈意思。对家呢就瞄着了，他吃不了你的马，就搁着。哎呀，这个棋反正是不是这样，这肯定是这样好，不是这样走的。我这边的马还在这儿，那个马都不能要了，那个马是骑马。兵都攻了。嗯？中兵了。第二天打将来的。兵攻了。中门你还不供呢？撤了，你在这边中门给你倒了？哎，咱倒走了。然后再吃脸，啥都是。啥也是。就吃脸是正着，吃脸是正着，吃脸就是正着。吃脸就是正着，吃脸就是。吃脸就是。你还怪懂的，你还怪。现在你看了没有？这个冲中门才是正着。你别去查查棋谱看看。这不用查的，不正。你去查。你那平局出多少万的局？你查查。你局出了多少万的？这上将不和上下将了。这必须得给他乐了。谁教你上将了？这棋。这必须得乐了这。那么喝的。这必须得给他乐了。上将是上将不？你就不懂，搁这不懂都妥了这棋。这是不懂你咋弄的？你这局在这了，你不懂。你上将干啥？你局在这，你不懂。靠你这咋弄的是吧？你反打出来打火了，这个新炮直接打你的炮，才快了。这下将他还能打到？他只有共鸣，共鸣大哥都拱了，这棋才带劲了，但拱还用打着呢，更好，直接出来了，别阻碍过去了。这样就中了？这冲中没有多了？
冲呗，我直接给他蹬了就错了，冲吧冲吧咋了？我直接就给他蹬了，我还冲了。要是连这一步他要再不去，再不去要。对他连我这个，不连军的戏直接出来，你先去吃。他连我才那个才那个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连我才那个。咋我走的不好，我走了。这菜呢？嗯，你看不着菜了。走的好不好？我是对的。就是他直接给我菜了，你瞧这鸡巴的。走的好，走的好。这把桌打了吧？还走，感觉走的可好。那取决，取决。连着的，就是连住他咋连我？去连去连，张吧张吧。跑这没有看着他跑在那咋嘞？我跟你说，老姜推一推一步，他肯定在推，那不推有用？先推一步，老姜再说，肯定在蹬车蹬车，那那肯定了，那得那丢个大字了，不先捞回来？这丢俩大字了，这都吐了不？看住嘛，看着嘛，嗯，看住嘛。我就得看他这搁地方这找，他搁地方他咋你呀？我明我明聪明。哎，大妈，大那个妈，瞎话大。你有几个妈呀？这不就这一个妈？大，给他一换一换，我都管硬了，这些这不这不这不换都硬了。这些得硬啊，这多多多俩大字了啊。多俩字，别提。要三不硬和五呢？别提，我跟你说。就搁到这也中啊？搁那不中，给你冰大了。啊？我那姥姥，然后再拱他一个。啊，对。对不对？这他给我打我了，我给他跑了，我跟你说。六强，吃了吧，是吧？有有，吃了吃了吃了，供了供了有。是不是？耶耶耶耶耶耶！将军将军。哎哎哎哎！他要吃我了呀！就这，你吃一个还少着呢，我靠！少真多，少真多，少真多。耶，这错了，叫我算呀，算你算咋的？咋呀？啊，坑了一个。这炮不给的。别中啊，中啊有劲儿。那你给一个，你总得给一个吧。给一个是一个，吃一个少一个。你让随便吃，你先杀个兵嘛。我肯定杀中兵，你先杀个兵。我是听他，光听他来那中啊，光听他来。光听他来，你。我也打不打死了，光听个水果那种啊，就这也危险啊，就这。嗯，吃吧，随便吃。吃几份，我都叫他敢吃，吃我的啥？我瞧瞧他敢。你跟不上。我叫他敢吃我的啥？吃我中了肉筋吗？肉筋你妈不敢吃了，一将军瞅你。我瞧他敢吃我啥？快老娘先，快老娘马先跳一样。他那个鸡巴底子。那有跳的讲？先把这吃了，吃吧，吃个再说。到底咋弄？咋弄？你说咋弄？那不先称个死吧？咋弄？不帮他跳呗？搁那能跳着？搁那。哎呀。搁那。将军。那不是我的主。将军呗，去倒地将呗。倒地将，马得一条将。马得来一将，那才是一将。这张从进去，那就进吧。再猜十一张，猜，猜，再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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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有讲的？讲呗，虚讲。再讲都回来，还讲了，讲散掉了，还听。没十七，那是男的快十七。哟。先抓着跑再说，先抓着跑。讲，退局讲的退一步，吃一步屎。都是我胃冲啥嘞？吃屎，吃不屎，看我叫他看。看？咋看呢？坐。啊？上班了。我下去，那你下，我下，我不下。有讲我嘞？讲先吃个屎啊！讲都进去了。进去不？进去吃屎啊？吃屎了，鸡巴在这抽着吧。吃冰，先把冰吃了，吃个火海再说。火气了，把俩冰给它吃了都和气。插着一个再说。招呼着倒死了，那个。插着一个再说。小心倒死了。就这气，就这气。
是中年了，中年了。春季的，上个中年了。我就已经是个训练了。我一个兵，找你的兵办就得了。中气了，不会中气的。我丢了一把丢了。他这个好，江丽云看到打走了，回来看住，过，赶快过，连拖都过来了，这鸡巴站起走了，赶快过，哎，天，做了个啥呀？哎呀，我咋这个坐了我咋？这鸡巴白过了一个，我说。那只有看住了，这不能叫他再过了，再过了就是出手了这鸡。哎呀，真好的棋，我走准做。对，真好的棋，我走准做了，下将吧。这不能跑呀、啊！这一回来，都好了。嗯，回来都好了吧？我也跑不来吧？在这儿。你。哎呦，扣他做个弱了，不咋？他不干活，不要那么便宜了。他走个桌呀，我咋走？我弱了这气，走弱了。哎，等会儿俺二哥他找我让我上了，咱大兵。若会干，就搁这，就搁。那你会干？你哥那那人，你直接把兵给你打了。他这了。打他的兵，我这个他敢给我打了，那可敢给你打了，打了我不给他吃了，吃了揍你了，吃了找你一脚，他离开了，他整我上上下下都在楼下不会动了，你看这样，臭的，把兵给他打了都喝气了呀，这是，他这样一讲我他憋死我了，是不是？他讲他憋死你，他就是一讲不把我憋死了。那你跑不会跑，你憋死了，那咋会都憋死了，咋会？跑都算了，你就打你先死不去呗。啊，是不是人要憋你，人要讲你了，你这咋讲啊？他走不开，他咋讲啊？这跑不了讲你，讲你那种。哎，我不讲了，我讲了该。你就打，我把中间给他一打都拼了，合计就妥了。你就打他的兵，打他的兵，把些工兵都做了吗？你打兵，你不是左右做个兵，是不是？你插队都做了吗？多少这个事啊？那这倒是。这工兵，赶快工把些下兵了。那他不能多干。对啊。下赶快下兵都做了吧？那个说。哎呀，我这吃老多。工，把些工。干了。吃老多。哎呀，哎呦，要吃点药，那鸡巴拿那事拿的真大。江鱼，你不肉，我拿了真日妈了。我把狮子吃光了。下来，下来，哎，二哥把狮子给他。哎，这大兵把兵打死过了。兵打死吧。但是你还有个名字是硬了。那七百七幺九百一，不是那么那么的，这有名字是硬，打不死。咋的？你就瞄着他就妥了呗。有狙搁到这瞄着，不能叫他下，他下给他吃了。其实瞄着是不是近的了？都往里近，只要跑瞄着。他近了再吞跑就妥了呗。我靠，那会好了，直接兵瞄着他直接下了。啊，那你不是还得搁他那？还得瞄着他，先瞄着他再说。哎，好开不好了。刚才那样瞄着就对了。这不跑搁到这给他合计就妥了呗？今天我送他个鸡吃着就妥了，是不是？合气，你还能硬他嘞？合气，我咋能硬？这气咋硬？就稳定，稳硬他。你硬不牢，我跟你说，这气还得弱的。你给我跑，把他兵敲了，你一个兵也稳硬。你咋是敲了？关键你咋是敲了？你关键是，你得有法敲呀。你关键你没法敲呀？你咋是敲他嘞？哎，我吃了不？
帅，对了。你走了。嗯，对。走了。又走了，我一直跟着走了，哎呀，今儿跑跑到那边跟着。啊？跑到那边。跑到这不错。不是那种，那不是说，那不是说，是不是？我说我早点讲，我再进，我瞧那啥地方。哦，这边那个。哎，你看我倒了一下，我再进他拿啥根呢？那他还有一波呢，他还有一波呢。弄，倒浆往那进。先倒一浆，往那进。像你早打他，跑早打他，几百根那都。他现在不还有一波呢？他搁哪浆？他搁这浆？他只有搁那浆吗？他有啥？太监局都破了吧？他将军的局将往这边歪。嗯。这还有一步棋的，你知道？这至少还有一股气，他外江，他外江。我刚往哪位？往那搁都拖了，搁到我过江，他能把我江死了？他江我那。你进江呗，你得要利用你的老家往那把我快。徐大先站着玩呀。徐占武也是。他抓你了。徐占武。占着玩，加把刀就给他限制死再说，他不能乱跑。徐占忠是不是？我想到老江就往那边乱跑了。这都不中了。这都不中了吧？嗯。他要搁这一江，我咋走了？他不讲你走了，他走了，我就是走老江。现在跟着交大中。啊？对是的。明光中间一江都死了，还有其他的。反正这样子，他往这搁看这一步，我攻这一江。他不走了，我往那边搬老江。这明江，明这些江都还有劲，明这些江都死了。这叫江了。在那边去了，那边去了。要江桥，要边境，要桥。不桥，他还能往哪跑？我再讲一句呢。再讲，我这边跑，你连江也不会有了。我都没办你咋着？你为啥不拿跑？你快老娘都脱了吧？你快老娘都脱了，他抓你了。他能老给他扯了，他给我扯了，倒一下把举个山。瞄不住他，一直往下拱了，你瞄不住他，你能瞄住？打一下，下一把再打一下。这是不是弱了？弱了？谁说弱了？不弱。叫赤老跑。谁说弱了？哎呀！一个呀，这也是和气。一个跑都和气了。嗯。这都不说了吧这啊不说了，关键咋走的，关键是不说你咋走的，你就这边走呗，就上下走呗，再走吧，再硬呗啊，那你还不能供个兵了，不这边不养个兵，你就光这个跑都光这跑都是吧，这就是个顶事，走吧，吃够，人家吃不了，走吧，不用走，喝了，走吧，喝不着，喝了，上下，走吧，上下咋，对你各种啥。喝不了，用些啥你知道？他又是坐呗，这啥呢？你走那不中，就他你走这都行了。脚头这儿，你看他吃了之后，你再过来都脱了。啥脚头上面？这要吃了，你要说那你鸡巴去吧，走呗，咋回事？这吃了啊？还吃你个去走了？走呗，咋去走？这都关上将，走吧。将军啊！啊，将军下来。下来，你鸡巴别混嘛。将军下来。这跑不是马，那个状态，马是弱了。对，马不中。这看见是吧？这一回做到这看见。不喝。